连日的大雨，气候潮湿是不利环境的维护。农委会防检局就表示，26号陆续发生了3起鸡鸭场呢感染 H5 亚型高病原型的禽流感。防检局就表示呢，台风过后环境脏乱，这个屏东县跟嘉义县的肉鸭场呢，跟云林县的一间土鸡场确认感染了新型的禽流感，其中两个肉鸭场已经完成扑杀，并加强了周围的监测。至于染病的土鸡场，今天将进行扑杀的作业。